好，这是我们在 Atera 的第一处70板子上面用来跑一个跳跃指令的 Vlog 版本程式那这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测试程式。那目前我们只是做了跳跃指令，那想看看说跳跃指令的执行结果正不正常我们已经实做了跳跃指令，并传到 D2G0 的板子上。好，那这是程式哦。那目前 LDADD 指令这些都还没有实做，我们只是做了跳跃指令。所以它的行为呢，应该会是 PC 程式计数器从0000一路到0004、0008，然后再到0000C，然后呢，接下来0000C 的指令截取步骤完，大概是在第二个步骤之后呢，它就会跳到0010，但是呢，很快的，它又会再跳回来因为它有 JMP loop 这个动作，所以它 JMP loop 之后呢，它又会跳回0008，然后再到0004，接下来跳0010之后又很快跳回0008所以这是我们。在测试的时候呢，它首先会从0000开始，然后 tick 从01345，那每次呢就加，执行完六个 tick 之后就加四，那所以就0000到0004到0008，再到0000C，再到0010，然后又跳回0008，再0000C，再0010，又跳回0008那这是我们在测试跳跃指令。是否正常运作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板子。好，板子目前的状况，你会看到它在0C10，又跳为08，然后08呢再跳 0C，再跳10，又跳回08，好，08之后呢跳 0C，跳 10，OK，再跳 08，OK。好，那所以这个运作模式算是正常的哈。那我们重新启动一次试试看。那我现在重新呢把这个程式重新烧录一遍。好，那当我烧录的时候呢，它就全部按掉了。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它从00跳到04，再跳08，再跳0C，OK，再跳。一零很快的又跳回08，再跳0C，OK，再跳10又很快跳回08所以这是对的这个运作模式代表说我们的跳跃指令有正常运作，而且程式技术的模组也是正常运作的。